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张家界大峡谷的玻璃桥，它名为云天渡，是一座景观桥梁，并兼具游览、蹦极、溜索等多种功能，而且创下了多项世界之最。不过以惊险刺激著名的玻璃桥，比起今天要说到的狼牙山观景台还是稍有逊色的。听说它的惊险程度高出至少100倍，而且设计更令人胆战心惊，就靠几根钢架支撑在悬崖上，真的不怕会突然断掉吗？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想必大家略有耳闻，主要讲在抗战时期，五位勇士在子弹打光后，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，他们宁死不屈，纵身跳下悬崖的英勇事迹。当地政府为了让人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五壮士大无畏的英勇气概，便修建了该观景台。此观景台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，它就坐落在曾经五位壮士英勇就义的棋盘驼峰顶，总面积为466平方米，同时容纳200多人不成问题。但材料采用全透明的水晶玻璃，下面是450米的深渊，但却只靠几根钢架支撑着，人走在上面仿佛悬在深谷上空。如果遇到有雾的天气就更奇妙了，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一定会令你记忆深刻。不过提醒一下，如果你胆子较小，还是早点做好心理准备吧，免得到时候一步都不敢动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即使观景台看起来很惊险，但其实它是安全的，不过很多人还是鼓足勇气才能走上去。可想而知，当时五位壮士是以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到纵身一跃，他们的英勇气概和大无畏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学习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